你哋好，我系 Melody。喺我哋做完 Static V 之后，只脚到底可以点样摆呢？我又唔想成日净系 mark 低只脚，又唔想净系合埋只脚指上天花板。咁到底有啲咩其他嘅形状可以摆出嚟呢？今日就做几个俾大家睇下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 video， 就要订阅我哋嘅 YouTube 同埋揿埋个钟仔。咁有新片嘅时候，你就会即刻收到通知噶啦。我哋首先做一个普通嘅 Static V。然后 pencil 将只脚指上去，两只脚平排摆喺同一边，搞其中一只脚 ，and leg circle， leg wave， 头先我就示范咗喺 static V 里面有几个唔同脚嘅摆法，有我哋普通嘅 static V 啦。有 pencil， 又將兩隻腳擺喺同一邊，然後又要 leg circle 同埋 leg wave。你哋仲諗唔諗到其他 static V 腳嘅擺法呢？如果有嘅，快啲 post 上嚟一齊分享一下。